我是一个普通的手工拉坯艺人，从业也差不多有二十几年了，一直有个想法，就是想搞一个挑战吉尼斯的这个大件。这个大碗直径有2米9，高度1米6，但是做这个大碗呢，我们花费了1万多斤的泥料，而且当时请了我们行业都是那种老手了，他大手了，十多个人拉着这个坯，成型这个坯啊，都花了不低于1年多。现在到了一个绘画的后期的绘画的阶段，差不多绘画完就可以进行烧制了，上釉。这是釉中的五彩精密山水，前后呢从构思构头到绘画，时间大约要10天左右时间，把它画好。 这个碗目前是仅能镇最大的碗，我们准备把这个碗拿去申请吉尼斯纪录。为了做这个大碗呢，就特意定制了一个这么大的，接近3米5的窑，温度估计要烧到1300多度，所以说特地定制了一个这么大的窑，其他地方烧不了这么大的。